就非常开心潘记者能够入围飞天奖啊、非常开心，然后也非常开心潘记者这部戏能够在央视播那么好，然后有那么多观众喜欢，嗯，谢谢。我是非常激动，嗯，非常激动能够入围飞天奖，对我们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。我觉得能到最后一个说太惨了，我觉得总之还是非常的激动跟开心吧，然后也非常开心跟周游导演还有朱一龙合作，然后这个戏也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反馈，然后总之就是非常开心吧。没有，因为整个《叛逆者》拍摄过程中，因为我们就是林丹生的阶段还比较多，跳跃的也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挑战在一天内，经常会在不同的阶段的他的戏，所以挑战还是很大的，对吧，导演？没错，每一天都特别难忘，每场戏都特别难忘。他们俩特别敬业，很多时候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特别高兴。我就觉得这个整个团队都是非常的敬业专业，而且大家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下完成的这次创作，所以我觉得你说每一天来说，对我来说都有很多回忆。